从 D 调向上数五度就是 A 调，是三个升号调。转调的方法，把 D 调的哆降低半音变成西，这个音就是 A 调的咪。A 调的弦位哆、来、咪、嗦、拉，绿弦是哆。反方向，从 A 调转回 D 调，把 A 调的咪升高半音变成发，这个音就是 D 调的哆。需要注意，其他调的转调需要调不同音区，一共四根弦，而涉及到 A 调的转调时，最粗和最细的弦，也就是最低音和最高音，都需要调，一共要调五根弦。可以尝试直接把 A 调转调到 G 调或 C 调，例 A 调转 G 调。G 调的弦位，绿弦往前的一根弦是哆，现在低了，要调高半音，调准 G 调的哆，继续 ，Re 不变 ，Mi 不变 ，So 低了，调高半音。最后拉不变，把 G 调转回 A 调，需要把 G 调的哆和嗦调低半音，哆调成西，嗦调成升发，就变成了 A 调的拉和咪。A 调和 C 调的互转，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试，如何快速。小红书。